嚯、哦，你看，今天太阳大了，给晒得差不多干了。这个，这肯定是老虎蟹他们挖的，不要去动。这个是跳跳鱼，看看这里下面有没有卧东西，没卧东西就没有卧。剩下这么一点点水，我看会不会烫？这还好，这还不很烫。太阳大都给晒干了。哎呦，盖起来。里面什么搞的？哎，动一下就没了。哦，这不是螃蟹，是鱼。这是鱼就不怕。哦，地龙啊！哎呀，会不会好看？地龙，哇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哦，慢慢拖起来，这么大的，可以。又脱单了，一只了，一条了。这里面水都给晒干了，也没货。你看这一条小鱼给什么？给撞到这里，给撞了，没掉。这头已经被老虎蟹吃光光了。上，换这里。这鱼尾也增加一点。哎，鱼尾加了就行了。一个螺怎么的？我还以为是石头呢。你看，这个还挺胖的，一两多。这个螺跟石头一样重。又是个坑呢。这个口子怎么搞的？嚯嚯嚯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他眼睛我们是看不见，他背上还露在这里，肯定是水给晒干了，偏偏躲下去，躲下去，躲不下去了。躲不下去了，出来！一身都是泥，一身都是泥。哇，这可能得有半斤吧。现在被糊了，这里也看不清楚。像今天给晒干了雨水，上上拿起来了。因为半斤也有四两，可以，总的就差不多。好，那给盖起来就行了。哦，不是，哇、哦，哪个你给摸的？哦，老虎蟹，那大概晒的差不多了。壳啊！我还以为是螃蟹，这壳蜕壳的，两样，三样，没了，就这么多。